这个社会目前实在是太不正常了，所以不得不用黄国昌。这个社会目前实在是太不正常了，所以不得不用黄国昌。火星嘎抓伤多哦，你不得先那个刻章先拿出来喷一喷呢？柯文哲主席的这一番话哈，并不是在讨论人事哈，而是在凸显哈现在台湾哈在司法改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延宕。